纽约华盛顿 DC 华人华侨就领袖代表过来费城这里参加美国华人华侨历史文化博物馆的文化论坛，了解美国文化把中国的文化故事讲好大家都发挥自己的意见，积极支持博物馆的发展工作。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嘉宾，尊敬的各位侨领，这个我首先这个代表我们美国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的林立主席，对各位莅临费城表示诚挚的、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在百忙中抽时间莅临费城，参加第一次这个美国华人华侨历史博物馆。奠基会议，应该说奠基会议，投资会议吧。那么我叫朱根，我今天这临时充一下这个主持人的角色。那我们下面先请掌声有请我们林建新主席，作为博物馆创办人，以及这个美国华人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奠基人，请他讲话好不好？大家掌声欢迎一下。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朋友远道而来，费城这里参加博物馆的文化论坛交流活动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建立这个博物馆呢，就也是我们企业家在美国投资发展生活居住就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作为企业家就企业做大做强承担家庭责任、企业责任、社会责任我们更富裕我们就为就美国的华人华裔华侨做一点事情这也就是我成立建立博物馆的一个初衷我来费城也是得到各界的侨领就关怀与支持这个博物馆呢就来这里也是那个朱芬会长朱芬主席
他的提议啊，就美国缺少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因为美国虽然呢有三四个华裔博物馆，但他们都是在那个建筑物里面，或者是一楼啊，或者二楼啊，三楼啊。但是我们现在神址这个地方呢，是也有楼房的啊，有这个古老建筑的啊，也有外面那个园林的、啊，也就是公园的。所以我们这打造的是古老建筑和园林建筑啊相融合的啊一个综合性的美国华人华侨历史文化。我们的理念啊，就是在这博物馆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也讲好美国的故事啊，特别中国一百多年啊，就是说我们辛亥革命之后啊，一百多年的历史，和美国建国两百多年的就重大事件啊，重大事件的还有那个政治啊、经济啊、各方面的领袖代表啊、新闻，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啊给予记录和记载。我们在这里会让更多的美国民众啊了解中国文化，我们会让更多的啊华裔华人啊就知道那个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和犹太人文化存在的差异啊，怎么样吸取啊多方的好的经验啊，好的方面。让我们在美国的华裔华人更好的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啊，更好的参政议政啊，让更多人去投票啊，去入籍去投票，就会有更多的发言权。然后我们在这里还会打造这个教育啊，对下一代的，特别对华裔后代的、子孙后代的。我们会打造一个平台啊，让他们会在这里啊知道那个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啊，给予教育、给予学习啊，给予积极的啊为融入美国社会啊，为美国社会做贡献，为我们祖籍国做贡献啊，为我们祖籍国啊有那个。思乡啊，就列种列根啊，所以我们有多方面的啊讲好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呢，我们会在这里博物馆这里的就重点的是以那个图片啦、文字啦进行介绍那个中国各个地区的。各个省份的啊，各个年代的啊，这些传承的文化，我们还会把美国重大事件啊，我们也把美国发展的几个历程的啊，有意义的历史记录，我们都会在这里体现到。还有，我们也会在那个外面公园啊，我们会，我们计划是啊。又立几个塑像啊，就美国国父华盛顿呢 啊，美国民权那个马丁路德金呢 啊，我们也会把中国那个应该是也算是中国算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也算是国父之一嘛啊，应该是孙中山嘛啊，还有那个邓小平啊，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那十几亿人富起来。但是邓小平呢，他也是那个1979年建交的谈判的重要代表之一。另外一个邓小平也和惠城结缘，也在惠城天普大学拿了那个博士学位证书，荣誉博士证书。也现在那个在那个就
天普大学的学校里面还有他的录像啊，包括我有一个三院长呢，都上一都拿录像过来给我，以后我们在于博物馆的那个15分钟的纪录片里面啊，我们都会把这些报道加入进去。还有博物馆的建立的，它也是用一个时间段的啊，去做的，并且又有很多故事是用晚上的啊，很多事情是用做的，这算一个任重道远的工程吧。博物馆建立起来以后，后期的维护也是相关重要的啊。根据其他的主意啊，做博物馆的他们都是又将来又成立这个基金会啊，就有基金会的一般团队去管理这博物馆啊，去维护博物馆。所以做博物馆呢，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啊。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啊，得到更多人关注，得到更多人关心与帮助啊。好，谢谢大家啊。我们的共同主题以及秘书长代表秘书华人侨团联盟给大家说两句了。那么首先我要非常感谢林建主席这邀请我来参加这次奠基会议首次的活动。那么说几句闲话，这个林建主席来了费城一年，给费城的侨界经济都注入了很大的生命力，这点我们真的首先要代表这个费城，这个在费城的华人的林建主席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确实改变了这个火车生态，做了许多事情很有魄力，而且这个对这个而且自己这个希望带着大家一起富有，他现在很成功了，他并不是缺钱，但是他希望带着每一个人都奔小康，也希望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思维之路在费城继续发扬光大，所以首先表示感谢哈。那么这个我们实际上费城在座的很多侨领都知道，我们要做华人历史博物馆已经说了将近20年都没有实现，那今天由于这个林建新主席来了费城，他是很热心公益，出钱出力，希望看到下一代借鉴历史看未来，希望这个下一代能从政，能华人能更有发言权。虽然我们现在有500万人，但是我说了，我们表面上500人，但基本上没有声音。我想等一下可能薛海培可以多谈一下，怎么样让我们华人更能把声音传递到美国总统社会。当然很重要的，首先有华人在位置上面，没有华人在这个国会殿堂，没有在每一个城市的殿堂，估计啊，华人也没有人要 pay attention， 没有人会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鼓励下一代从政站出来为华人发声是很重要，是很重要的议题。那么华人历史博物馆当然承前启后，看过去啊，也带着大家不看未来，这是我们现在今天在主席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林建新主席选的这个地方，他当时听说哎呀这费城缺一个历史博物馆，那么就说我来投资，我来出钱，我去买个地方看哪里合适。经过几个月酝酿以后，总算找到一个历史建筑，就现在大家在住的地方。这个林建新主席把它希望建成叫 Cast 自己人。那么这个是1898年的建筑，是很有历史沉淀的一个建筑，到今天为止应该也有1898也200多年了，基本上是美国华人来到大陆这个生根落叶一直整个历史伴随的这时间段，所以这个建筑也很有历史意义，因为它的沉淀它的历史我想可以承载我们华人在美国奋斗的历史。这就是我们选址这个Castle 自己资源的意义和想法啊，所以古色古香，希望在座每一位侨领
将来有机会是希望每座在座的人都应该参与啊，不是说啊，当然常到这里来是很关键，没有你们来，这个园可能也就是不能发扬它的光辉之处啊。你们常来，那我们大家就有劲了。这是说明林彦主席今天也许大部分的侨领都从旅游过来，但希望下一次能聚集更多的从全国来的华人，希望大家来共商国事，把大家都围在一起讨论我们的未来。下面等一下，我当然最后我们有些题目提出来，大家可以共同讨论一下。那么首先讲一下选址，这个刚才讲一些基本情况，因为是这个建筑是老建筑，1898年。那么林彦主席能自己掏腰包先启动它，是刚才像林彦主席说的一样，我们也许还要有一段时间去筹办，因为办一个博物馆是不容易的，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缺钱，因为不是还缺资料。我想第二次会议林彦主席说了，我们希望请一些现在全美各地啊，有很多华人在写很多，在美国历史上，像宾州当年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启示法案，美国历史上面对华人启示，我想排华法案到现在是很典型的。那么薛海培这个主席在这里，当年他领导的这个全国华人要求美国参众两院这个对排华法案已经到唐人街，林主席提这个口号，就我带着大家共同富有，我也不希望别人都落后啊。他做了很多事情全是纯粹公益的，包括这个房地产开发中国城，这个我想他自己掏腰包做这么多事情，几次这个这今年是第三届的交易会啊，自己掏腰包来让别的地产商什么大家受益，让这个华人受益，这就是他的心地。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有这样的一位非常有实力的企业家，而且是侨领，关心华人的未来和这个一个人物在这里。所以大家给林彦主席一个掌声好吧，谢谢他。我们请第三位这个演讲人，中美酒店总商会主席林建中发言，大家掌声请下。林主席，各位侨领大家好。费城呢，我又不陌生了。我在22年前来费城的时间，我买了个酒店。我的酒店企业也是从费城起步。这个是第一个酒店我投资。这费城呢，是美国五大旅游的重点区。所以呢，但是费城呢，目前呢，没有一个人把所有人拢起来。我现在看到林先他的魄力是比任何强，他就可以组织这么多人从不同的地方过来费城，然后把费城呢主要的商业人才就拢了过来这种呢能力呢，我是说非常佩服有他那个能力来带领费城发展呢，我现在也跟人表示了是费城福气这个地区有他在，没有费城不会落后，因为费城最重要的，因为国际航班，是最繁忙的地区，费城人中国人呢也是最多的，但是中国人没有聚集在一起，还有他把这个中国人拉在一起，每个星期开个教育会，每个星期把这人流卷过来，最后他慢慢把这个人聚集下来，全顶流在都是中国人了。慢慢的就能搬过来开业开店，这个地方就成为你这样想买要付几倍的钱才买得到所以我就跟着你跑了我佩服你谢谢薛海培先生来说两句，他是纯粹的是我们为华人争取权益，将一生基本上奉献给我们华人群体的争取权益的事务上面，所以这是很难得。我想这个虽然在美国华人有500万当然我们希望多出些薛海培，但是今天我们在座首先看到薛海培，那么大家掌声有请一下薛海培。先讲一点这个博物馆，其实老朱是知道的，还有几位当地的也知道，
我们十年前就在加拿大就在想说哪里有个好的地方做个华人的博物馆，因为费城的历史是非常重要，不光费城对美国国家的开创历史很重要，费城对美国的华人也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城市，但这个城市没有任何方式和方法能记录下我们在这里奋斗了很多代的华人。那么今天这个林会长能够决定要出钱出力把这个我们这个梦想要变成现实，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啊，不管做什么有一件事可以马上就可以着手进行，就是抢救历史。我们每个人移民都有很多的精彩的故事，有老人现在都八九十岁老人还有记忆的，其实在这个博物馆正式开馆之前就可以，如果有一个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个收集，我们当地能给出一个很长的单子，对吧？这过去这100年来他们的下一代还记得父母亲的一些事迹的和他们本人的，所以说这个抢救如果我们能有50个费城地区的华人的故事，这个博物馆就是已经是非常有内容。所以这件事情是全国不光是这里都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太注意收集一些东西，这个犹太人非常注意收集自己的历史，花了大量的钱去在全国搞了很多犹太人的博物馆，也收集了很多犹太人的历史故事，现在对他们下一代的教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这个功德无量这件事。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以后啊，这个可能这个博物馆可以更多的把重点放在我们现代华人在怎么改变美国，怎么改变我们自己的社区。我们可能这里比不过纽约市的博物馆或者是旧金山的博物馆，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老的资料的收集整理，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把现在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们的上一代人怎么在美国奋斗，怎么在美国受苦受歧视，又创造出一个新的华人社区，这个历史能够记录下来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常常讲美国华人历史就是受西海岸开玩笑受你们台山人主导，就是这是个老的，大家一个想到美国华人历史就是一大帮台山人到了西部开发西部，然后慢慢东岸挪。这个东岸现在其实在这个美国华人历史也有个新的角色，其实东岸呢更多呢是不是这个老台山这个故事，老台故事当然是很重要，这是我们美国华人的根基，但是东岸这个更多的是跟非广东省知识分子的，因为荣鸿啊当年在耶鲁啊这些当年那些大陆来的这个留学生啊，从我说不光是这2年大陆，从100年前走都是集中在东海，所以说东海其实也是一个华人历史发展的一个另外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在今天这个角色就更强，东岸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影响力是远远超过了中部和西部，所以说大有可为啊。我觉得呢最后就是说刚才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我讲了一点点，我说可以告诉大家这个2020年到2030年这个10年将会是美中关系非常糟糕的事，也将会是华人社区会很不舒服的事，但是也正因为这些逆境也将会是我们华人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团结在一起彻底改变我们华人社区的一些陋习一些不足的地方，向其他的族裔学习，不要说向犹太人学习那差距太远，就连我们可以说向印度同胞学习的都很多，现在印度同胞是全美是各行各业突飞猛进，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个我们甚至大陆来的第一代人，我们甚至跟老华侨甚至港台的这个同胞们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说这些方面我觉得这10年包括这个博物馆还包括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做出一些努力，我们应该把这个作为我们华人彻底翻身的10年。我们现在的人口老祖不是500万，现在是600万华人，而且呢其实华人有起码是应该有700万，但是你们可以想象为什么这样说呢，越南华人比如说越南来了大量他填这个人口普查他填的是越南人，
他没有填是华人，大量的越南华人都是这样填的。所以如果把真正所有这些华人都填起来，我们华人在美国应该是700万，我们是这个国家第三大少数民族，除了拉丁裔，除了黑人就是我们，我们现在已经超过犹太人了。所以说我们其实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人数都已经不可跟当年相比了，不可能跟我们三四十年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来美国87年只有110万的华人，你看在我仅仅的这33年时间里，华人从110万到了600万，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变化。我们一定要以在这个新的这个基础上看待我们的社会角色，我们应该在一起打个翻身仗。最后我觉得呢，这个我看到这个单上写的是朱馆长啊，我们的第一任馆长。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要恭贺这个林主席，建新兄，你能把这个我们老朱挖出来，这简直是你们两个联手这件事情成功概率已经是90%了，是吧？朱峰是我心目中的这个费城的真正的市长。我们朱会长的父亲呢、也是中国的名人啊，习大大都叫他做老师。当年我们在2008年、2009年推动国会排华法案到现在的时候，朱峰和我们是一起站在一起，就站了第一线。我们在费城Chinatown就拿到了30多个组织的签名。这个我们的父老乡亲们也到国会去跟他们当面陈情，都是在朱峰的带领之下，这个非常感动，对吧？就我们接下来再感谢林会长这个愿意这么大一个动作，我们在朱馆长的领导下，我们也一起把这个办好。我保证要尽我的一份力，谢谢。好，谢谢。下面我们请这个美国纽约缅甸华侨联谊会的主席苏光华先生发言，大家掌声有请。你就把这个费城变成第二个的纽约唐人街，所以呢，我在此的预祝你的愿望很快的就成功。而且呢，我有一点点小要求，因为刚刚介绍我是缅甸华侨，所以在这里建了一个 Chinatown 之间呢，我也来一个跟着你后面来一个小小的我们缅甸的一个 town。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这里缅甸人还有缅甸的华侨在费城落地生根了很久了。那么想请教这个我们费城当地这个著名的侨领啊，梁鸿成先生来给大家说两句。我们梁鸿成先生有很多这个支撑，我就不报了，让人临时说的，你可以了，大家好，谢谢大家，大家掌声有请。我们纽约的大城市的国会成功人士老板啊，首次表示欢迎，同时呢，在这里非常敬佩我们的林建新主席，他为我们费城这个带动整合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中西文化混合一起啊，不要单是说我们中国人这边的故事成功，也要把美国一些历史文化把它融合进来，这样的话呢，对我们中美两国的友好，对人民大家互动的交流的友谊发挥，我相信更大的作用。总之最后的总结，为林总监点赞，你会成功的，谢谢。那么下面我们请向我们福建日报社东南网纽约站站长王艳玲女士来给大家说两句，大家掌声有请。是啊，我们林建新主席和大家感到自豪骄傲，以你们为傲为荣啊。虽然我们华人华侨华侨胞生活在美国，但是呢，你们对维护中华文化这个精神让我感到很钦佩，像我们海外华人华侨在外面的成功事迹啊。最后呢，祝我们这个这个美国华人华侨历史文化博物馆越来越好，也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祝我们在座的侨领乡亲这个嘉宾生活幸福啊，那个事业有成啊，也祝各位会晤
啊，蒸蒸日上，更上一层楼。谢谢大家。但是我有几个讨论问题，我这里有六个问题，我先提出两个问题，大家酝酿一下，然后再接着讲两个问题，大家酝酿一下，谈一谈。那我们所以作为记录，等一下，我想我们这个做记录很重要。首先，我这个说一下，我们想今天共同讨论的话题啊，就是说，首先第一个话题是各位嘉宾，这个商业精英是否有参与博物馆发展建设的经验？任何人也没有这个对过去过往的博物馆，在其他各个城市参与的博物馆，你们华人博物馆，你们有没有介入过，或者有什么经验可说？给我们提出来，那么对博物馆目前设计理念啊，或者有什么想法看法，大家都可以谈一下。那么第二个话题就是，根据经验，博物馆的运营要比博物馆的创建更为辛苦。我想这个我们中美酒店总商会的常务副主席罗恩龙，美东江门五一青年联合会的会长梅伟雄先生。都出来先。东吴一定系靠地位，靠人才。有人才嘅地方咧，就會帶人嚟。阿林建新會長咧，肯定呢方面嘅最好人才。再加埋我諗我哋所有酒店商啲會員咧，都會全力支持。因為靠一個人做唔到嘢，建材做一個石頭啊，做最大的非常厲害的。他唔做嘅話，都很多房地產。我們維珍酒店也是用他的石材。對對，他了不起。其他的每一个都很厉害的啊！我觉得你最近讲几句嘛。My name is JJ.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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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看来还多开几家啊！OK，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坐坐。啊，大家好啊，我是中文名叫徐蜀，我也是中国明朗中国明朗文化交流中心董事会的，帮他们就是展销，然后这也是一个支持博物馆发展的一笔收入吧，就是不断，就大家一旦有了这种。书画展了以后，就可以比如说邀请学校啊，来做一个文化交流的，我们来参观。过程中，我们林老板就付出的代价你就想象不到。我们是通过法院，通过很多艰难的过程中，林老板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和财务，来拿到这个博物馆。这就是我们这博物馆的形态，对吧？我们怎么吸引老外啊？怎么让更多人进来参与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或者有各种各样项目啊，引进进来，能博物馆能自力更生，那最好。